你什么事儿啊，老胡啊？你来看热闹来了吗？再不下去，咱们都回老家凉快去了。 谁能赢？谁赢？谁赢都是那个姓贺的赢。胡一楠，你还要脸吗你？你不要脸！你上来捡现成的你！没错，我要是你真的，我就把脸埋到裤裆里去！我早把脸埋裤……林班长。 东西终于绷不住了，啊，护犊子呗！你说他会帮谁？那还用问？不一定。林班长。 这是令房吗？谁输了，他脸也挂不住。分不出个胜负来，这下回还不知道咋折腾了。就差最后一肚子了，便宜了这帮家伙。胡。
你看你平时那个德行，再来个白手套子，那个发牌似的，全毁在你手里了。海雷需要战友们的冷静和彼此配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嗯，拆台陷害。这样的比试没有胜利者，你们谁都不配上擂场。 我没有用，你要认识的是雷公雷。着火！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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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
坏了，我这个洗发水怎么洗都洗不干净。喂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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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预备队不也就那么回事吗？人多欺负人少，四五个打我俩，姜八整个平手，对不对？有还嘚吗？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！漂亮，你发发，你发发，你发发，我我，你发发，你发发，我。那兄弟几个这么玩命，不就为了给你出口气吗？我让你们去了吗？都记住了，以后谁再去找预备队的茬儿，我就去帮他们。不摔谁呢？这是呀！来，我冲上！来来来！这肉多少？来，全到了，全到了。没啥大不了的嘛，胜败输赢兵家常事，是不是、啊、卢老师？呸！谁输了？谁败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喊你个狗脾气干什么呀？就是让那帮小兔崽子逮了个便宜。是平局，可是靠平局，咱们没法在这立足。那靠啥呀？靠你变戏法。雷公雷，啥玩意儿？那是边境地带的魔咒。迄今为止，没人能拆的地雷。每颗雷身上都有一个标记，他们的制造者叫雷公，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扫雷队目前的大小伤亡，都是拜雷公雷所赐。哎呦，那为什么没有人去拆他？咱们去拆他。我现在有资格跟你谈林峰的事了吗？你赢了吗？没输。没输没赢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？不过你有资格进来听我说。工兵团大门向东五里，绕过一座山，有一片雷区，是林峰当年亲手设置的，后来雷公又上手改造了一番。就变成了扫雷队无人能入的禁区。
端了他。咱们就是团里的独一份。刚来了就挑个最硬的骨头啃，本来牙咋办是吧？没逼着你俩跟我一块去，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对付雷公雷的。知道飞鹰吗？知道，飞鹰大队嘛。冷声一震，飞鹰就剩下两个喘气儿，一个林峰，一个是我。早猜着了。你们俩很多地儿都挺像的。哼，这就是他当时给我留下的。林峰，当时我18岁，入伍不到2个月，我连个死人都没见过。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去，我吓坏了。我拼命的跑，就想跑出那片雷场，结果一颗子弹飞过来，打穿了我的小腿。摔倒那瞬间，我看见他站在我身后，手里的枪还冒着烟。我18岁，虚岁。换成谁不跑？你是来报仇的？报恩？他要是用自动步枪，我这条腿就废了。林峰这一枪教会了我怎样面对恐惧，我欠他的。你要真想报恩，就应该让他上雷场。不是每个人生来都是强者，生命中也不光只有排雷和布雷。他老了，应该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可只有在雷场，他才真正活着。话说完了，你走吧。老贺，换到是我，我也跑，滚！这是我从扫雷队资料库里截出来的地图，我觉得没啥用。咋还能没用呢？要是有用啊，这雷场早被他们给破了。王大海，没人逼你进去啊？拆真家伙就犯怂是吧？外有魔说不去，你看干啥？我这不穿衣服，这不。老罗，遇到雷公雷。先插旗，最后一块收拾。好嘞。
咱这是到哪儿了？我估摸着差不多到雷场的中心点了。这走这么半天了，也没你说那么邪乎啊。扫雷队里的人都不是废物，都别小看雷公雷。咱们撤吧，一个一个往回拆。老胡老陆，咱们休息会儿，我有点撑不住了。不对劲。啊？啥不对啊？路边。我记得我刚才插旗的时候，边上没有花。别去。没事儿。指定是你插错地方了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刚才明明就插在那儿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大白天的，不会是鬼打墙了吧？我的旗子都变了，怕啥呀？路没了，咱再开一条。都别动！我觉得这雷场活了。哎，晒糊涂了吧你啊？看我的！老陆，回来！就在上次保家出事的地方。嘿，他又是在那个鬼地方了。又有人出来了。高登，你快去叫车。楚南，到。你去炊事班叫上林峰。是。其他所有的人都跟。
啊，跟跟着去那防护服。哎，对，快走，走走。老胡，你回来吧你！老陆刚把命捡回来，你就想把命扔了？脸皮子没有命重要啊！老胡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是渴死累死在这儿，我绝对不再碰雷了。这命就一条啊，那别逞强了，啊，等着他们来救咱们。行了行了，别进来，这雷城能吃人，别瞎咋呼，受一城就说受一城，不然没人能救你们。这雷城里的雷位置会自行变化，进来了就别想出去。都是你布的，原来是我布的，后来被雷公动了手脚，变成了九宫八卦图，我也进不去了。你们说真的？是真的。他设了一个八卦阵，一个藏在地下的八卦阵。八卦阵为战国时期孙膑首创。有八门，至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在八卦阵中设了指挥使台，由步兵和工兵把守，指挥变阵，有四次16种变法。那边是乾卦，这边是坤卦。这么玄啊？能把他们弄出来吗？还是我现在就调直升机？八卦阵分休、生、伤、度、景、死、惊、开八门。从正东生门打入，往西南修门杀出，复从正北开门杀入，此雷阵可破。说的头头是道。你们两个坐镇指挥，我下去。你拆不了，下面有人破过这雷阵，他比你合适。对讲机给我。呼叫高等，呼叫高等。老林，老林，我是高等，收到请柬了。把防爆服穿好，进雷场。
别瞅人多了没用，就接你一个。太到了。胡一南，见着棺材，知道眼泪是咸的了吧？老崔，老崔，带人守着外面，通知卫生队，做好应急准备。咱们琢磨这雷震太久了，应该找个心明眼亮的人。这也差太远了，别废话，方位一模一样。我带你找到当初李玉斌的位置，其他的你自己应该清楚。正东两路，正北七步。前面是什么都没有啊！你前面，少废话，往前走。前就是破阵的圣门。
林老林，这回彻底蒙圈了，猜不了，连退路都没有了。在这站着，我这就下去。你下去就多饶你一个。那怎么着？刚在这看着，也许我们都错了，这根本就不是八卦阵。不是八卦阵，又像是八卦阵。也许他们把八卦图给调过来。生门其实就是死门，乾卦其实就是坤卦。一切都反过来想，反过来走。老实待着，我马上过去。生门在这儿，我站起来，马上带你们出去。怎么？怂啊？没怂。你倒是指的挺明白的。你废什么话？跟我走，查齐。最后的开门，
你最后非得嘚瑟一下啊？没有，给倒下的兄弟开条道。 别理他，咱们走。